我发现都没有唱歌的主播，都没见过唱歌的，这应该是唱歌的吧？啊？公屏，你的公屏上，在我这儿吗？这是聊天的，有没有唱歌的主播啊？世界已经，我说我，哎，好吧，没有唱歌的主播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没有吗？人气比你高很多，对啊，人气比我高，我就所以去看看学习学习嘛，对不对？哼，你们说我人气低是不是？人气不高是不是？讨厌你们，那你们也不帮我出去拉拉人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真是。快点给我去拉人回来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种大叔就会有一种。你结婚的时候多陪送一点东西，以后靠过日子还是你们俩，是吧？就有一种主要是看你很踏实的感觉。你好好干的话呢，出去上总想上去说上那么声两句。不是，就是总不是说上那么两句，就是觉得，啊，就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，就是踏实一点。我不是大叔控好吗？我就是踏实一下。我给你们唱一下，我给你们唱一首歌，我给你们轻轻唱一首歌，我给你们唱那个。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他不需要理由的。我给你们唱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然后你们边看勾边看我直播就好了，就看一下下啊。我其实我很少看别人直播的，所以我就去借鉴一下。我就想去借鉴一下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有点灰，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。不对呀，这好像有点低了，我给你们找一下高一点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你离开的，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好可爱啊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有点灰，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。少了一个人斗嘴，多些朋友的安慰，一切都不是错觉，来不及道声感觉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我一个人的
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憔悴，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我看看我的直播间，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，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谢谢谢谢，我们看一下，谢谢大家的竹子，谢谢。一个人的门前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想念两个